这样子。现在都好，可是他刚刚会那个。好，那我们继续开会啊。接下来我们请梁维超议员、鲁明哲议员、苏翠玲议员、三位议员共用30分钟，谢谢。好，谢谢副议长。首先请教一下秘书室，我们张处长哈。张处长，我看到你那个今年度啊，现在正在进行的104年、105年哈，这个两年推动国际外交方面的事务啊。首先还是要谢谢啦，因为我们之前中立施工所的一个朋友前一阵子来哈，你们有稍微接待一下，这个部分跟你谢谢哈。应该的。但在整体的面向，早上我特别有听到哈，这个你们特别说今年特别着重跟日本的一个交流了哈，跟日本的交流说有4个姐妹城市还是4个城市主要的交流城市？是，四个。四个嘛哈。那处长我想请教一下哈，当然郑市长的一个想法要落实在你的一个政策，最后会在你的预算中来显现了哈。那到底我们现在，因为前天问那个问大陆事务嘛，现在我们还要取代陆委会嘛哈，桃园市要取代陆委会，那看明年的预算，你们可能要取代外交部了哈，还是驻日代表处，我不太清楚啊。我们现在对外交流哈，
我们桃园市政府的政策到底是跟着感觉走啊，还是跟着政策走？你说一下，你这两年的你的感觉，是郑市长是跟着感觉走，还是跟着政策走？不好意思，我刚刚在那个口头报告有提到，就是国际就是城市的交流啊，是一个全面性的，是延续性的。也就是说，前面的努力的成果，我们后面这边会持续来延续。那也是一个团队的作战，所以它绝对不是说凭着感觉说我今天要跟哪边，而是因为许多的这个努力累积下来之后，才能够在国际城市外交这边。我知道，那我懂了，不是跟着感觉走，就是旧的十几二十个姐妹城市。今年度没看到你花一分钱，你去到国外去参访。当你来的时候，顺便接待为人家一餐饭，我是谢谢你哈。我想说，你国际去交流，你们花了钱出去找谁？哦，找新人，不喜欢旧人，哦，只看到旧人哭，看到新人笑。哦，就以前我郑市长到，我就要我新的城市。当然你要有一些新的业绩哈，我本身也没有意见啦。但是我是觉得你现在是跟着感觉走，跟着国家的政策是什么？新南向政策啊。你有没有听说？听到？哦，有。我整年度你一直跑，东跑东奔西跑啊！新南向政策的这所有国家，我们郑市长没有 follow 到我们总统的讯息啊！报告一座，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不是没有去延续旧的关系，像包括之前的龟尾市，那就是之前的。那我们也一样的。我现在已经进到新南向政策，今年没有看到我们郑市长率领我们的干部。为了国家，不管是拓展观光的人员，或者跟他政府的交流，进而来发展新南向政策这些国家的一个感情。目前为止，我看郑市长几次出国，当然偷偷出国我们不知道哦。正式的出国来讲的话，日本为主嘛，哦，欧洲也去过一次，我们都知道。新南向政策的国家出国，我们比较觉得说跟政策对不上。那新南向国家郑市长去了几次？谢谢一座。那跟一座报告，我们两个月，我们十二月就会去泰国。哦，十二月我们就会有一个泰国的一个参访的行程。好，那我请问一下哈，你们明年有什么的业务要？今年的业务我觉得也出国也蛮频繁的哈。那明年是不是有什么业务要拓展？跟一座报告国际交流的部分。其实城市的交流呢？除了说我们秘书处之外，其实各局处都在担负起这个城市交流的业务上面的。你这边嘛，你这边有增加什么交流的一个目标吗？明年我们新南向政策，我们就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一个目标，就是新增的是吧？对，包含了印尼、包括菲律宾、包括泰国。我简单来说，我问你这么多啊，我讲一个结论了哈，就说一般企业也是一样，我一定有新的什么业务我才去找人，哦，因为你在明年的106年的预算。突破以往的所有的历史，您秘书处增加两位约聘雇人员，是每一位薪水每个月，所有年轻人要听到哈，每个月薪水51000块，加上这个出差费、年终奖金啊，总共你这两个人明年度新编的预算147万7000元，一个人平均大概分75万。好，我请教一下哈，我刚刚问你，你多了什么业务？你跟我讲一个，明年大概跟今年不一样，就是多了新南向政策，所以这两个人才是要会讲泰语的，还是会讲印尼话的？请说。不好意思，那个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我们还是以英语为主。那您刚提到的我们新南向政策，实际上我们的国际那为什么要增加新南向？为什么过去叫你要你？我觉得你要取代外交部是不是？增加两位高薪的约聘雇人员，为什么你今年做不来吗？也不是高，你里面没有人才吗？他也不是高薪。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国际科目前就是九位同仁正在努力的去，跟着我们7位同仁，明年那个加两位约聘雇人员。我知道我在跟你讲，是，对啊，我讲的话有错吗？明年是不是加两位51000的约聘雇人员？有那么四万多元？不好意思，我们希望的是有语言的专长。哎呦，我这样好不好？那还你们开会没找我去？你们所有的公文书拿给我，上面的预算是51000，好不好？包可以吗？这还包含他的劳健保。那我直接通预算的时候，你说是4万，我就把你各删掉6000，是不是这个意思？报告一座，我知道你预算要这样编嘛。这些都是他的法定的，应该获得的薪水。那问题点就是你增加了147万的明年度的预算，这些人要干什么？你跟我讲新加的业务就是新南向政策，所以我问你，新南向政策除了英语之外，所有会英语的人要不要附带第二种语言是泰语还是印尼话？要不要？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优秀的人才，我们当然要网罗。可是跟一座报告，
事实上，我们现在不是只有做新南向政策而已。处长，欧洲、美国这些部分都要努力的。你不要解释了嘛，就是市长要两个人嘛，对不对？很简单，这个事情很简单的事情。不是这样，但是问题点是专业导向。问题点啊，专业导向哈，是专业导向，你在今年就加了哈。你这些人才，我现在郑重跟你去做建议啊，大家血量都在看，预算还没审，我就知道增加两位国际人才，准备取代国际外交部，我不太清楚什么概念哈，但是。我们听到太多的位置是先射箭再画靶，希望你这么专业的位置，我希望你不用解释，不要未来让我们看到人大概都知道是谁了，然后开两个位置。过去我们听说很多，好，那我就很简单，英语是国际，好，这个我讲副市长，如果有需要，我不反对。我们现在在直辖市啊，有一个翻译官在旁边。现在大家语言没有那么强，我不反对，可是你不要乱找啊哈。所以部长，你能不能答应个要求，就英语能力是有国际的标准的，不是我们随便能来跟大家讲哈。一般企业在外面是多益 TOEIC， 多益的是990分，所谓的最高级的金色级是860分到990分，我觉得这太苛求了。一般企业觉得棒还不错的人才是700多分到860分，蓝级的一个证照。你如果说哈随便乱找，所以我在这里啊正式在议会要求，我们人才如果你用脱译标准，是包括华航所有的企业主要的标准是以多译，我是希望至少是要700分以上的一个人才。哦，没有，我是至少标准嘛哈。第二个，要不然是国民这个英检，国内英检当然是国际不承认，但是。至少要优等。第三个，以留学为主的托福，总分120分，听说读写各30分，你至少要有90分的这样一个实力。副市长，我没有说120分，你要120分哦。这样子朝这个方向有没有问题？我想他当时在哦，没问题啊，没问题。部分有考量，确实有考量。再来，你们日语交流，日语人才也有标准的哦。我希望我们今天有一个共通的语言，不要你说他英文好。我说他日语好不好，让国际的单位来检查日语的部分。 JLPT 日本交流协会在全世界公定的一个语言测试的一个标准，1991年到台湾，现在已经25年了，在台湾也有将近8万人经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从 N1 到 N5， 我们至少要 N4 以上的人才，我们才凸显我们直辖市，不然我们找一个人来写公文干什么呢？所以我希望这个标准一定要变成一个标准，这样的，我想朝这个方向应该没问题吧？谢谢一座，确保我们讲的是真的英语人才来协助国际交流。啊，处长，我想如云点出了这个约聘雇的一些问题哈。我想国际事务对市政府而言也绝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当然，现在到底我们的政策到底是配合中央的新南向政策也好，还是依循过去我们桃园市有既定交往的姐妹市继续交流也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副部长，你请坐哈。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一定要弄清楚啊。日本交流这么多，但也对于整个桃园市整体观光到底有没有帮助？对于整个城市交流有没有帮助？我们现在重点在哪里？你现在重点只能南向政策，因为两岸的关系未来肯定不会好，因为中央执政的问题，两岸的政策没有办法定调，所以未来新南向政策绝对是我们市政府主要的业务，也是主要的方向。但是真的啦，未来长期的方向还是要全面性的，不管是东亚也好，日本也好，欧盟也好，全球也好，台湾是一个全球化的国家，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走。那至于卢议员所提出来的未来定的标准，以未来这两个约聘雇，讲薪水讲高也没有非常高，但讲低也没有非常低啦，每个月一个人要6万多块，含年终有的奖金奖励，有的没有的，6万块跑不掉哈。那我想给更高的薪水，我们的标准一定要非常严格，就诚如卢议员所提的，不管日语的标准、英语的标准，这两个标准一定要朝向这个方向去走，应该没有问题吧哈？没有问题，谢谢议座。这个秘书是那什么，那处长啊，对，处长啊，是。我自己是很纳闷啊哈。我觉得我们好像有一点，桃园市政府好像有点剃头担子一头热。为什么这样讲？其实刚刚讲，哎，两岸政策没办法走，南向政策，其实南向政策现在都还不确定啊，因为它的不确定因素太高啊。
对不对？然后该怎么执行也还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属于中央的、啊，中央还在牛布化，然后我们桃园市政府呢就那么急，就跟市长讲不要急啦，桃园市长哦，他应该还可以再选一届啦，不要急着要选总统啊，你知道吗？外交事务是总统权责，其实我觉得他可以不用那么急，该把啊桃园市该做的工作把它做好。那我先提醒啊，刚刚讲到的，不要先射箭再画靶。好，不要已经先有了人了、哦，然后再把他安位置，然后安在你那个地方上，然后呢没事干，坐在那儿没事干，然后领干薪，我想这个就是非常不好的。那更何况现在我们救扶处啊，已经这个开张了，到现在好像业绩不太好，干脆你就把这些案子啊，通通都 pass 过去救扶处，标准定清楚一点，然后直接公开的甄选啊，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公平一点，在不景气、失业率这么高的桃园市里头注入一点点的希望啊，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好，我想现在请坐。这个我们现在讲到啊，这个桃园市长啊，这个不要老想着中央事务，把桃园市的事情做好比较好。特别是有关我们消防的问题啊，这个消防安全的问题，我们这个记忆犹新啊，对不对？104年年初发生的那个新屋大火，一下折损了那么多的精英，对不对？这个我觉得那个画面啊都还依稀啊在我脑海里头啊，可我就不知道市长到底还记不记得，所以我想特别放一段这个录影啊让大家看一下，让市长也能今天是桃园新屋保龄球馆大火六名殉职消防员的头七，下午消防队和家属齐聚殡仪馆举行头七法会，桃园市长郑文灿也前往致意。桃园市新屋保龄球馆恶火夺走六名打火兄弟宝贵生命，家属在中立殡仪馆举行头七法会，桃园市长郑文灿前往上乡也重申，我想我们必须要从这次沉痛的教训，那么转化成为消防改革运动的开始，在人员装备及教育训练上都必须要好好改变，那才能够抚慰这六位消防英雄在天之灵。好，这个市长讲现在是我们消防改革的起点啊，对，起点104年开始起点了，是，可是这个起点啊好像是龟步化，还不是牛步哦，啊，龟步化，你知道？那问题是，你到底这个起点开始以后啊，你什么时候能够达到那个水准哦？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忧心啊，特别是我们从这个104年今年的审计室的这个报告里头，审计处的报告里头，我们看到，我觉得看到以后，我觉得触目心惊啊。No, 啊，这个我跟一座解释一下。对不对？你刚刚审计的里头，刚刚那个我们的刘一座也提到，车龄逾龄的问题，一部车10年是要你这个单位车辆的维护保养，最起码要熬得过10年，那个是基本的10年，他把10年的都超过超龄，这个不对。一部旧云林车2-3千万，10年就要淘换，所以他的你这样讲也不对哦，因为他这个数据都还参照全国标准哦。对不对？我们今天我们不说跟美国比啊，对，我们也不是去跟这个英国比啊，我们今天跟台湾比嘛，对不对？这些数据啊，它是一致性的标准，审计处的数据是一致性的标准，它是全台湾，然后来做这个分析比较，对不对？那今天不是只针对桃园，是育龄十年，他就把你算育龄，他是全台湾的，都是10年就育龄嘛，没错，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新车跟旧车有什么不同？它还是有不同嘛，没错。即便你的旧车你保养的再好，它某些东西它就是会有它这个固定使用的这个寿命嘛，是，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我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惊人啊，特别在我们的消防车的部分啊。OK， 所以我们逐年的汰旧换新，我们今年买了26部，明年31部，后年也是28部，所以我们从104年新屋事件以后104到107。好，局长，所以会消防车不足的部分，会这2-3年你们会把它补足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不足还有40几辆，对不对？对，没错。好，这个部分会补足哈。会。那消防衣的部分呢、啊？我们配置数现在是？好，消防衣的消防衣、消防人员的部分，到今年底，每一个同仁都有2套消防衣帽险。那现在不足的还有多少？我看你审计是都够，只是旧的问题，190件是不是？没有不足的，没有不足。我跟你讲说，所以审计室这个资料是错误的吗？一个人审计室这个资料是错误的，是不是？
他的资料，我想哦，所以局长，你认为审计给你的给我们的资料是错误的？他是算的年份，不知道几月份到哪里。没关系，我是依照审计室给我的资料，告诉我不足的部分哈。好，我想局长，郑市长讲的非常好，是消防改革年，那我们绝对是最支持乡消防弟兄，我们也最支持局里面，是但是已经升格为正式直辖市这么多年了，明年的预算高达1000亿，对于整个消防整体预算不足的部分，应该要提升。哪里不足，我们就应该补哪里，让这些消防弟兄站在第一线为民众打拼生命的时候，谢谢，要给他们应该有的保护。谢谢局长，你认同这句话吗？我非常谢谢。但是，而且我们103年17亿，104年19亿，105年21亿，明年要22亿多，快要23亿。没关系，我们希望尽量补足。等一下，是局长，你们讲错，22亿买消防车。不是，我说我们的整体的啊，对嘛，年度预算嘛，七十九二十，我们现在你不能这样盖瓜论枝啦，是是，对不对？那我现在还要再补充啊，你刚刚讲，你说你不知道那个数据不对，怎么会不对？上面写的哦，这个数据还是从你消防局提供的资料啊，对不对？刚刚提到的、哦、消防衣不足，其实它不足数还不多啦，190件而已嘛，大概只有10%嘛，对不对？对。但是比较恐怖的是什么？比较恐怖的是它的预龄数嘛，你这个消防衣的预龄数是多少？是1067哎，你全部只有1660件，1660套，结果呢，你预龄的就有1067套哎，你今年只有买600套，你明年106年，我看你预算只预估300套嘛，那到了明年它又有新增加的预龄的，所以呢，你永远啊在追那个预龄的数，你还追不到，它又一直增加 了。所以今天我们说哦，今天郑市长讲的改革起点，我们就很疑惑，那个起点到什么时候才会到达那个我们认为可以的标准嘛，对不对？那你像刚刚还讲到 A 级消防衣跟 A 级化学这个消防车，对不对？你说啊，车子采购了26辆，可是你知道吗？你看看你的 A 级的那个消防车，你的化学消防车12辆里头5辆预龄，对不对？比例41.67哎，你知道吗？然后你今年采购几台？采购1台，明年采购几台？0，对不对？那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啊，你永远都追不上那个标准嘛，追不上我们既定的标准嘛。那你再看 A 级化学消防衣，对不对？你总共有几套？有60套，结果呢？60套里头52套预龄，哎，你的预龄的比例是多少？哎，预龄比例是86.67哎。我要讲的就是说，那个局长，我当然知道你一定念之在之弟兄们的安全，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郑市长他口口声声讲哇要改革，然后要这个维护消防安全，确实，可是我们看到确实。对不对？问题我们看到它是规部化，啊，规部化的提升消防安全。那个，那这样呢？其实对我们所有第一线的打火弟兄都是不公平的，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你看，我刚刚讲化学，我们都知道，万一发生化学的火灾，好或者爆炸，其实我们担心的除了它爆炸的本身，我们更担心是它扩散出来的，比如说有毒的物质，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在最快的时间要把这些事情做好。可是我们看到我们桃园的这个目前这样的设备，我们会很担忧哎。那你设备不足，叫弟兄们进去火场救灾，那不是叫他们去送死吗？对不对？我想报告一周，你给我一个解释，一个说明吧。平良英讲，从104年到现在，我们到107的话，我们的消防车辆要买128辆，到107辆。局长，假设我们的消防装备器材，包括我们各类刚刚提的防护衣，还有这个热显像仪，我们的设备啊，在全国来讲，我不敢说台北市，我不敢讲其他的。啊，局长，我讲哦，预龄的数字是你们提供的，但预龄的标准，他解释跟中央的法律有落差，这个部分你要不要去跟中央讨论？我们看的数字是这样，包括空跑率，没关系。但是我比较不能接受一点是，消防衣预龄的比例这么高，因为消防衣对打火兄弟来讲是最贴身、
最重要的环节。年底我们全部都改善过了。1067件，64.28%的预林率，这个比例，副市长，你觉得高不高？对于整个消防一的预林的部分，刚刚消防局长有做一些说明了，他认为说那个预林时程跟中央是确实有不同的看法。那就是法规要修订啊，我们怎么可以让民众看到？我们的打火兄弟使用玉林的消防衣，有1000多件都在使用，哎，这样子民众不会知道这么多嘛？他不会了解到这个是因为法规上的落差。既然法规上有落差，我们中央就必须修订法律。实质安全最重要。哇，这个是最重要。你今天消防车，局长，消防车我还可以接受，但消防衣我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不是局长，你这样讲又不对。那当时我们在审计部在审查的时候，我在问说，哎，这个资料有没有错误？有错误的，请举手。对，你认为他的不实要举手，你们都没反应。我他不是有给你们机会让你们去申复？有，我们私底下有跟他沟通了。这个，如果你认为是错误的，您要赶快更正。对，跟他沟通。啊，不过我现在还有就是说，我们也有弟兄在跟我反映啊，像你们现在采购那个照明灯啊，灯具啊，随身灯具。
喂，好。好，各位同仁，不好意思哈。好，那我们现在改用麦克风哈。好，好，这样声音可以了哈。好 ，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苏志强议员、杨进福议员、郭秉承议员、苏家明议员四位议员共用20分钟，请开始，谢谢。时间自行调整哈，谢谢。哎、欸，无限，马上给你了。要到了，到了。喂，也是。好，试看看。喂。不响。有。有啊。喂。那有。我大声了，不是有啦。那有无？好，消防局长。叫你来一摆，歹势啦吼！你来偌久啊？安尼偌久？免啦，免麦克风嘛听有，我咧讲你嘛拢听有啊。听有。早起诶，台北议员有提到吼，我们那个博雅区诶分队，是，吼，一定足侪议员问过，你哪时候可以动工，可以动土？你甲地检署，我早你有解说过，你叫我讲哪时候？大概你评估，这里了这里。哦，咱桃园44万多人呢，分队你保安遐差不多有20几万人呢，你无一个分队还得了？土地取得了以后，哦，就快了，就编列预算。哪时候可以取得土地了？你唔是甲地检署、欸？明年我们明年的目标把它取得土地。明年哦，你再建好还要3-4年哦。哦，这个还要跟那个报到我们的这个国有财产局。然后变更，我知道你要加把劲，大有分队我宠诶，我知。哦，很多市政府现在该改验辖市了，免改无钱，也免改吼，有一些程序上你们。哦，卖用好了。啊，听有无啦？我听好。OK， 好。好，所以我想拜托。
们大量买300多，我们的电池还可以用10年。低收入也不少了，这些需要照顾的哦。以后200万我是觉得不够了，你这一行业你去统计，我统计了没500万，你投这个公职工作，我把你这桃园市哎，多大燕霞市哎，一赔200万，好好检讨好不好 ？OK， 好，谢谢。200万绝对不够。好，谢谢。好，请坐，请坐。谢谢。大声哦，谢谢。大声哦。啊，你是不是？我要跟你问一下，金领巾金发表张处长哈，我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友好姐妹有很多嘛哈？姐妹是以签署友好交流协会的差别在哪里？好，你不是讲签姐妹是啊？啊，你有是讲友好交流协定，这是有什么差别呢？姐妹是的姐妹是兄弟会的兄弟会，啊，你搞这些什么签署友好协定，这是什么意思？哎。
在下面一个波段，我要敲到我讲话的地方，循序渐进，这样步都动的话，平常讲我的同仁哈、哦，他的负荷量也负荷不起。那目前新坡那边那还可以，哦，在使用，所以呢，对我们的同仁就不会。那我们也希望他们的这个休闲处所，哦，那一直也很关心他们的休闲处所，这个我们也在进行中，这个观音的这个。不是，这个也在进行，随时都半年内应该 OK 了。大家没停吧？在动，谢谢。我意思说很多事啦，可以同步进行的，尤其像我们的团队啊，也是阵容非常坚强啊，对不对？除了我们同仁的这个类型宿舍啊，要有适度的空间让他好好休息之外，我们观音区的民众啊，这个安危也非常重要啊。是是。我希望这个胡局长哦，不要有这种想法而已，要动作，以实际行动来踏出第一步。是，所以我们只刚刚提到的，我们从新屋以后，不管是人力的补助、训练，还是装备器材，连兵就都同步的都在进行。所以这个好了，建立局长了哈、哦。是。在最快的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哈、哦，是，替我们这个新坡消防队哈、哦，这个踏出第一步好不好？好，我们共同来补的土地把它取得，好，好谢谢。所以说这个部分啊，我希望说我们秘书处这里哈、啊，再来再跟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局处室哈、啊，再跟他们宣达一下哈、啊，不然的话，每次我收到的几乎都是过期的这个邀请函，会跟过期的这个公文哈、啊，会影响到我们服务处的运作，好不好？这个部分再请我们处长这里哈 啊这个多多的关心，好不好？好。哦，民政局的业务是吧？好，那你大概再跟那个这个民政局那边来沟通了哈。还有就是我发现我们这个市府啊一楼啊这个记者会哈、啊，这个非常的频繁，对不对哈、啊？有时候在这个大厅，有时候在这个这个咖啡的小站啊，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哈、啊，这个在咖啡小站那个地方比较不宜啊，因为那边既然是我们已经规划一个就是让民众在那边好好休息的地方，或者是要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你甚至可以，我觉得不要放在那里，或者把它放在外头都可以啊，在外面的我们那个大那个穿堂，或者是那个外面的地方哈、啊，都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来做一个研议哈、啊？他们在申请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稍微管制一下哈、啊。除了一楼的这个啊这个固定的之外哈、啊，我看你也有写说你们也增设了固定的舞台，对不对？是。啊，这个部分你们再做一个调配，好不好？好好 好，我们会本于全责来办理，谢谢。好，谢谢哈，好。我们消防局胡局长哈，我想这个打火兄弟真的非常辛苦了哈。那我看我在你们的工作报告上面有很多的工作绩效哈，也非常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了，包括在全国的这个比赛，或者是这个对于我们全市的啊这个消防的这些设备啦，或者是在抢救灾害这个部分呢，都有很好的成绩了哈。那因为最近哈，这个我们这个台风。
这个来临的时候啊，这个我常常到这个后这个复兴区哈、啊、这个地方，因为特别关心我们复兴区的这些台风的灾害。那我们这个消防这个分队哈、啊，我们复兴区的消防分队，包括我们的大队哈、啊，今天大队长都在嘛哈、啊，第四大队也好，还有特搜大队哈、啊，他们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都会先派一些啊这个弟兄上去支援，我想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哈、啊，因为这个临时的状况我们也很难去预估哈、啊，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我希望我在这边是予以肯定哈、啊，我也希望说我们未来哈、啊，特别是在山区的这个台风灾害的掌握，我希望我们跟我们的灾害应变中心跟市的灾害应变中心，我们来做同步哈、啊，同步的来处理。那个再来就是。我看你的工作报告第十六页上面有写哈，目前我们复兴乡后山的这个八零的综合行政中心啊、哦，这个我们大概分了三年哈、哦，编列了一亿多嘛哈、哦，1亿3000多万还是6000多万哈、哦？那目前现在第一年的阶段，现在目前的进行的进度是怎么样？我想目前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已经把我们。好，需要没有关系哈，因为时间的关系的哈，我想这个进度的掌握，我希望你们好好掌握，然后这个看看进度到哪里，也跟我们议员来做一个说明，好不好？啊，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进度。好，好，谢谢。好。消防局那个副局长，我再请教一下，目前哈，全市里面除了义消组外，你们目前正式的职员有多少位？1150，然后10月份会来54个人，啊，然后明年会再加100、105个。好，那目前人力够不够？目前的人力，外勤的我们需要再，啊，所以呢，到了108年，我们都总人数可以达到1600多人。好，我是希望了哈，那个人也要补足，因为这桃园市来说哈。真的讲是商业的一个大城市，所以很多的事物可能都是要这个仰赖你们消防局了哈。第二个，你们因为每一位议员都非常的哈，对这个议题哈，又是消防议题，这个你们可能是每一个月或者是有多少几个月在做一个这个职演的一个训练呢？我长训。平时各分队每一个月都会有各分队的训练，然后专业训练又不定期的专业训练，所以三种训练。所以我讲说这个部分哈，真的要加强一下。那第三点我要请教一下哈，上在应该是在9月份，我们龟山区啊哈，那要迁建一个这个消防队嘛，对不对哈？那工期是将近一年，那目前。八德市也有嘛，吼，还有几个各区的一个用地取得，目前哈，你们的进度如何？是不是简单的做一个说明？我想这个平顶的用地 OK 已经开工了，是啊、哦，大南的用地，最近也一个告了一个段落，已经内政部那边已经同意了，我们现在取得国防部，因为那是国防部的用的用地取得他的同意书以后，那么明年也开始就可以动工了。OK， 好，那我了解了。那既然请坐。是。那秘书处的张处长，处长再请教一下哈、哦，那个我不希望我刚才的苏议员讲过哈、哦，最近我的服务处也是一样，麻烦再转告民政局哈、哦。是。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公务车是由你们秘书处来做管理嘛？是不是？跟议座报告升格之后呢，各机关自行保管自行的公务车辆，那秘书处负责的是我们自己处本处里面的这个公务车，是处哦。那多久一部车辆有多久？哈、哦，公里数的维修啊？跟议座报告，那我们每一年都有编，但是我们是分2年、4年、6年、8年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那个预算的编列方式。那我再请教，那车辆的部分，车龄有多久的时间才可以汰换呢、啊？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满那个10年，15年，第二个是在里程数要到12.5万公里，这要达到这两个标准才可以报汰换，才可以是不 是, 是？
那好，我再请教一下，在你们的工作报告里面有讲是说，桃园市政府里头有很多的电梯都有在维护嘛，哦，啊，为什么会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跟一座报告，我们这个过去这个十一部电梯是在大楼盖的时候就设置的这个电梯，它已经有超过二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老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基建的老化以及故障其实是频繁的。我想这个部分哈，为了安全起见哈，都请这个专业人士再做一个检修了。是，保障已经今年度我们已经持编列预算，然后逐步汰换，我们到十一月底大概就可以全部汰换完成，全部换新的电梯。OK， 好，谢谢，请坐。谢谢一座。好，谢谢，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请黄户书香议员以及吴宗宪议员两位议员共十分钟，谢谢。好，谢谢主席。